钱掉了。哟，谢谢你大哥。哎，大哥，不对啊，我是500块钱，怎么就掉200了呀？我捡的就2张，我就给你了，我也没有拿钱。大哥，你是不是装到口袋里面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。要不你检查一下，我口袋都空的。不是啊，没有，你拿到口袋里面给我检查一下。没有没有，这是废品、啊。你给我给我检查一下来。真的没有。给我。什么？爷爷住院了？什么？手术费要这么多钱？哦，你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我来想办法。好好，我筹到钱我就送到医院去。好好好，就这样吧。哟，要这么多钱，这个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大哥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是我记错了呀。我那300块钱还在家里面呢，你的袋子里面确实没有。不过大哥，我看你袋子里面装的都是瓶子，现在不同的瓶子不同的价格，都涨价了，回家一定要分类卖啊。好好，我回去捡捡这边。好好好。